我们中国统统是被军阀判决去，军阀的军队有100多万，现在统统被我们传出干净。这个原因呢，说起来大家都会知道的，就是因为有了我们。 黄埔的学校、财将有今天，因为我们黄埔的军队是有主意、不怕死的，往往啊都是以少胜众。财将把所有的一切的敌人铲除，大家要知道，我们有今日都是我们先烈的血，他们。 拼来的，以后我们应该要继续他们的精神，勇猛的前进，要使其我们中国得一个真正的自由、平等的一个国家。这个是兄弟啊，所希望、国与同志。完了，稍息。好了，兄弟。现在我们还渴望。 三年前，我们中国是怎么样一个现象？三年前，全中国都是反动势力占据去，各地都是军阀在那个地方占据去，使得我们全国的同胞不能够平安宁，所以我们总理、财将、创办一个军阀，三民主义的新政团结起来。 Come on.